我们又坐上了火车，大家猜猜看，这次我们要去哪里呢？今天我们去瑞典的第三大城市马尔默。不是今天，是这个周末，我们呢要去瑞典的第三大城市马尔默，然后呢顺道可能再去一下哥本哈根，因为就隔了一个海。哥本哈根和马尔默就隔了中间一个厄勒海峡，有大桥相连的。对，然后所以说我们的20分钟吧，大概对吧？火车。是的，我们的安排就是明天周六一天在哥本哈根，周日呢我们会逛马尔默。对，然后今天呢，我们可能到那边的话，大概就是晚餐时间。然后，麦叔和我决定去吃一顿亚餐，因为在卡斯库呢，好吃的亚餐比较少。啊，好吃的亚餐比较少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次决定就是说是一个晚餐时间到，然后去那边就吃一个亚餐。好像那边选择是比较多的，我比较期待这一个部分。我们今天晚上是住在马尔默的 Hilly， 那边有一个 Imperial 的一个 shopping center， 我们今天晚上晚饭会在那个地方吃。那个地方亚洲风味的餐厅比较多一点。好，大家期待一下，看看我们这次能点点啥东西吃吃。而且那个是属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数一数二的一个 shopping center 了。好了，我们坐3个小时火车。哎呀，昏昏欲睡的3个小时。和我同事聊了3个小时。终于到了。然后感觉这个火车真的是太漫长了。这是一个马尔默的一个新区吧，周围的建筑都是新的。对的，看一下后面有一栋很高的房子，你这样看。这个就是我们要住的酒店。对，我们要住的酒店就是这栋哦，看上去还不错。到时候去看看内部怎么样。是的。希望不要让我太失望吧，不要让我们太失望。出站了，先准备去这边的 shopping center 必点吃，试一下亚洲餐。shopping center 8点钟就关门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是6点45分了，快7点钟了。所以我们就先去吃点东西，因为原来是想先去酒店 check in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就是这个缺了一块角的地方。因为今天周五嘛，应该是比较人多的。这个 shopping center， 对，这个 shopping center 这里缺掉一块。亚洲的什么餐啊什么的。啊，真的好吃。我们现在呢，在一家好像里面都是超级英雄周边的店吧，但是时间太晚了，他们好像要关门了。关门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进去逛了。就是感觉里面的东西都好吸引人啊。这里是美国队长，里面有钢铁侠、蜘蛛侠，还有灭霸这么大一个，里面还有蜘蛛侠。还有那个，这个女的叫神奇女侠，对的。看大有店员已经在关门了，所以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进去了。店关门啦，小树人明天再看吧。旁边是蝙蝠侠，蝙蝠侠做的不是很像，主要还有一些周边，都还挺萌的，可能是给小朋友玩的吧。上面是拼图吗？漫威英雄大合集的照片。好，我们明天再来玩吧。诶，我看到了美国队长的盾。饭菜来了。
吧，看着挺好吃的样子。哇，因为我想吃这个面，看上去好像还不错啊。嗯，对啊，哦，它的辣是在旁边的。对的。啊，我超喜欢把柠檬汁淋在上面的。哟，这个沙还不错哎。对啊，这个应该好吃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两个人点的食物都已经来了。我老婆现在在吃的这个是泰餐，对吧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嗯，noodles with rice noodles。有虾仁，有豆腐，啊，还有鸡蛋，啊。然后就感觉这个东西，嗯，其实在上海我们也经常会吃，如果去吃泰餐嘛。它那个酱好像，但是它就是说味道跟我在上海吃不一样，就是它是那种酸甜的。它不辣，它是酸酸甜甜的。然后呢，我又把刚才的这半颗四分之一的青柠汁，然后挤进去，然后就会更加的酸一点。感觉这个口味的话会比较开胃吧，因为它是偏酸甜的。好的，还是蛮好吃的。那我点的这个呢，是越南的一个粉，其实就是粉呀，对吧？中文应该就是叫粉，嗯，越南粉。然后他前面问我什么豆腐，我没听懂，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他就加这片东西吧。那就加了一个，这个叫上海，我叫豆皮。嗯，腐皮。啊，对的，腐皮。这个米粉是素的，本来麦叔大概想点个肉的，没有想到这是素的，但是味道还蛮好，它稍微有一点辣，辣中带甜，然后里面有豆腐、青菜，还有那个黄芽菜、香菜。总的来说很香，然后这个面条的话也是，嗯，滑而不烂。大家注意后面这个背景音乐啊，这是一个越南语版本的《我们不一样》。然后整个越南粉的话还是蛮滑的，也不是很嫩，挺滑爽的吧？这对，但是个人的话还是比较喜欢吃传统的越南粉，就是那种很吸汤的感觉。这个的话汤，你看一下，汤稍微有点。汤的话稍微有点红，是这样子的汤，有点油。但是传统越南粉的话，就除了清汤，还有那个生牛肉，可以自己放想放的一些调味料，比如说是辣椒啊，还有那个番茄酱或者是 barbecue sauce 都可以自己放。但是这个好像是已经放好的，所以对我来说口味可能稍微重了一点。麦叔这个也是有点口味重，觉得太咸了。这个味道很好，就是有点油腻。我很喜欢吃这个味道，这个是一个泰国的一个什么酱，我有点不记得了，不是塔里亚提酱的。反正现在就享受美食喽。